在我打开镜头的这一瞬间，你们不要被吓到。我在涂面膜，这就是那个资生堂的那个撕拉面膜。我现在已经过了5分钟左右了吧？这个面膜，我现在是第二次用这个面膜，我就特别想跟大家说，这个面膜用量真的是太大了，因为流动性不是特别强，所以就。不太好那种大面积的推开，所以每次要挤好多，全脸要涂成这样的话呢，就是要用好多的量。我今天为什么特别有心情，突然做一个这样子，临时起意的 vlog 呢？是因为我明天可以晚点去上班，我明天可以10点才去上班，所以我现在心情超好的，我明天可以睡好觉。我今天收到了我之前的一个中国同事。给我寄来的圣诞贺卡，他跟我就共事了几个月，2、3个月吧，但是我们俩就是特别聊得来，然后就关系变得特别好。他现在搬走了，因为她老公在别的城市找到工作了嘛，他们就一起搬走了，我们就不在一起了。但是他还给我寄来了这个圣诞贺卡。是不是特别可爱？我今天还收到了我那个在亚马逊买的19年的那个。口袋日历，我每年都会买一本这样子的口袋日历。我前几年用的是那个 Leuchtturm 1917那个牌子，然后我一直特别喜欢那个牌子的本子。其实我今年也本来想买那个牌子，但是因为没有我在亚马逊上看没有好看的颜色了，然后在那个书店里面找，那天去那个书店里面也是只剩黑色了，所以我就在网上订了这个牌子的 Moleskine，应该还挺有名的吧，你们都知道。这个牌子的笔记本听说挺好的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个这个，我先把灯开亮一点，不知道你们看不看。我希望这个脸没有特别惊悚，我全程都是用这样子贴着面膜的脸。它那个网上说是一种灰粉色，橡皮粉，但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西瓜粉嘛，这样子的一个。对，一开始就是写你的个人资料啊，第一页你看，有这些就是写你的。对什么过敏啊？你的紧急联系人啊什么的。哎，在德国这种比较原始的地方，就是什么都要记到小本子上，每个月就有2页这样子的。然后整个年，哎，怎么到2020年了？这还有，对，还有2020年的，但实际上这是2019年了。我奶对吧？对的。然后它还有一个2020年的整个的年历。然后它2019年就是每一周是周历，其实是按照那个周。哎，我这是不是有点黑？灯开开好了。我说，哎呦，我又是刚洗完澡。然后它每一周是这样子的，旁边是那个星期，然后这边是比很普通的横格本，可以记一些东西。现在这个面膜的时间到了，去把它揭掉了，好光滑，这样子摸就感觉很光滑。我在家是不穿那个拖鞋的，所以就。穿这样一个袜子，厚比较厚的那种，给你们看这是谁呀？OK，你们听，只要有人接近他，他就开始呼呼。来吧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我要找一个切入点。我要变脸了，同志们！说不定我接下来以后就是另外一个人。有点用力过猛。你们看，效果在这上。这是残留的，你们看，基本上没有什么残留，就是这里有一点点啊。这个边儿上，这上面有一点点。哇塞，好干我的脸！你们看，最近脸干的，这里也有起皮，对不对？然后赶紧去把那个残留洗掉，然后做一下护肤。好，我现在开始护肤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最近突然入了相声的坑了。虽然我一直都挺喜欢相声的，但是最近好像就是经常会听相声。我就每次做护肤啊、化妆的时候就。把 iPad 放在旁边，然后 YouTube 放郭德纲的相声。
我是不是老了，竟然开始听相声了？没事儿就听相声，然后有时候睡觉前，然后马丁在看别看书啊或干嘛，我们坐在床上，就不是坐在床上，就躺在床上，然后我就听着相声。哎，突然觉得自己现在过了一种老年人的生活。我在床头这个抽屉呢，一般都放一些，就是那个护脚霜，咋说，就是擦脚用的润肤霜、润脚霜，对。然后还有一个那个身体乳，每次洗完澡就在床上擦身体乳。然后想跟大家说，这个身体乳，妮维雅的这一款，它对，如果你是特别特别干的沙漠肌的话，这个还挺好用的，我觉得就保湿能保湿。真的不能说真的72小时吧，但是2天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如果你是普通肌肤或是油皮肌，我觉得这个会有点太厚重了，对你来说。你看它膏体是这样子的。我冬天的时候就特别迷恋这种成套的睡衣，给你们看我现在穿的睡衣是这样的，是优衣库的长袖长裤这样子。可爱吧，特别暖和，冬天，然后特别，我觉得特别有安全感，穿这种长睡衣。最重要的是它特别整齐，我就特别喜欢整齐的东西。我们现在一起来开一下这个丝芙兰的圣诞日历。今天是18号了，但是我17号还没有开，我老忘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们看一下17号里面是啥呀？我跟你们说，看了今年的圣诞日历以后，我明年也不光说明年了，我感觉我再也不会买丝芙兰的圣诞日历了。看一下昨天的事，哈，这又是感觉是一个坑爹的东西，这啥呀？一张薄薄的 no strip 啊，no strip 是这个鼻贴，哎，还行吧，比那个小贴纸好，就这样吧，先搁着。那我们今天18号是啥？十八号，快来看一下，十八号在哪里？哎呀，在这儿，十八号，看看啊，感觉是一个不错的东西，终于有点实质性的东西了。这个是一个，目前还没有搞清楚这是啥。打开一下啊，是干粉吗？这后面也没有写，反正就是粉状的一个，这到底是干啥用的啊？快告诉我，因为我没有买过丝芙兰的彩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。回头我研究研究。对，今天就是这样一个，好，明天再期待一下。我刚去把头发吹干了。其实我不是特别喜欢吹头发，因为我觉得，或多或少吹头发都会头发有伤害。但是晚上睡觉没办法，我头发就这么长，就完全干不了。去冬天的时候，我就吹了一下。今天用的是卡诗的洗发水和它的护发素。我给，你们听到，给你们看看我们家其他三位成员都在干啥。突袭！Nein, mit dem normalen Panzer. Ey, tut mir leid, das ist ja sowas von unfair. 他在跟他哥一起联网打游戏。都聊马天，丁这周放现在。假，他提前一周就放圣诞假期了，然后他就在家没什么事儿干，因为他也不想一个人出去旅游什么的。特别好的一点就是，他放假的话，他每天早上起来，不管我起多早去上班，他都跟我一起起床，然后帮我做早饭，给我夹面包带着。此处应有掌声，同志们！就这一点，我还是挺自豪的。晚上回来，他也给我做好，就是基本上都做好晚饭了。马丁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勤劳的人，不像我这么懒。对，我只有在收拾屋子的时候比较勤劳，其他的时候没有他那么勤劳。好，先给你们看舒服。干啥呢，师傅？你来了，这谁呀？Rocky，哎呦呦呦，Rocky，别蹭我了，我要上床了。师傅，你俩玩去吧，别在这等饭了，今天晚上等不到饭了。哎，干啥呀？
马丁打游戏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上床了，这会儿刚好可以安安静静的听一下我的相声，或者是看会儿书。每天晚上基本上，我们上床和挺早的，就在床上看书或者是听相声或者看视频。然后，对，我给你们看最近看的书是这个马克李维的。你们知道，今年开始我变成了马克李维的书粉，是一个法国的作家。我正准备读完他全部的书，我已经读了大概有七八本了吧，他的书。然后现在在看《我们之间》，不给你们剧透了，主要是因为我也不会总结。对，但是他的书真的很好，我很推荐大家。啊，我还有一本书放在床头的，但是我就是偶尔拿起来看一下，就是这本特别有意思的一本书，叫《如何让你的猫更幸福》，是日本一个作家，叫做服部幸。然后这也是当时是我闺蜜天天给我推荐的，然后我就买了，从国内背过来的。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些，哎呦，就是带特别多的图，然后文字讲的特别详细，你怎么样了解你的猫，然后怎么样听懂看懂，然后明白他们的想法，通过他们的叫声理解他们的感情什么的。如果你养猫没有什么经验，或者说你已经很有经验，但是还是想更加深入的了解你的猫，你就可以看一下这本书，推荐给大家。嗯，对了，忘了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那个头发的精华。我不是最近我黑五的时候还是啥，哎，不是黑五，啥时候波兰旅行之前买的这个嘛，卡诗的这一套精华，我现在已经用了，就是翻过来放的瓶子都是用完的，只剩三瓶了。它上面说其实是每天用一瓶，但是我觉得一瓶的量实在是太大了。你们看一瓶就这么多，然后整个就是挤到头发上面有点多，所以我每次用半瓶，然后每天用一次，这样子一般晚上睡觉之前用。它现在就是，哎，给你们看过没有？好像我忘了是在 ins 上面给大家看过还是什么，就它有一个这样子的软头，然后插到这个瓶子上面，就这样挤到那个头皮上面按摩就行了。跟那个Glam Glow 那个生发精华的原理是一样的，但是问题是我怎么没有明显的感觉到它有什么效果。哎呀，我现在突然觉得这种东西就是生发啊精华啊什么的，最主要的就是找个心理安慰吧，您说呢？到底怎么样，你又不能哪边一根一根去数，哎呀妈呀，流下来了，又不能一根一根去数它到底长没长头发，你也主要也看不出来特别巨大的变化。像我掉头发掉特别严重，而且我发际线特别高，我一般都是涂在那个发际线这个部分，然后头顶这个部分，还有左边这边侧面的部分，但是我确实说实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效果，也可能是我的用量不够，或者说没有连续的用一个月这样子。我中间有比如说偶尔断那么一两天，懒啊或者说忘记了，就没有再涂了。唉，反正它是没有抑制我脱发，因为这边的水实在是不行。之前上次那个视频有一个小伙伴给我留言说司徒这边的水不行，好多人都会脱发，所以没办法，水不行就是从根源上不行，那可咋办啊。我涂好了，这一瓶我就用完了。哎呦妈呀，我不会再回购它了，我把这三瓶只剩两瓶了，把这两瓶用完就这样吧。我还有一瓶那个 Glam Glow 那个生发精华，我再用用试试，找一找心理安慰。主要是你看这一大盒其实也不便宜，这一大盒就总共是个15瓶。难道它下面还有一层吗？怎么感觉这么重呢？让我看一眼。天哪，我发现了惊喜，你们看，哎呦，这不是上面我要用完了吗？我以为就这么点呢，结果我掂这个盒还挺重的，结果我刚才就是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想到把它拿起来看看，噔噔噔，下面还有一排，我的妈呀，发现宝了，从来没有发现过，太惊喜了。哎，这啥意思啊？总共15天，对，这是一排是15天的量，这一排15天的量，那如果按我用的量，就是30天，可以用2个月这一大盒。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性价比还可以。要不是我今天在给你们视频里面讲这个东西，我也不会去翻它下面那层。
我也不知道啥时候会发现它现在还有一堆，太惊喜了。我明天带你们去上班吧，不然也没什么好拍的。我每天生活就是早上起来去上班，然后晚上回来，这样子，周内就是这样的。可能周末还会有活动一下什么的。现在准备出门上班了，今天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。其实我上班的时候根本就不在乎穿什么，然后今天穿这个小裙子，我还蛮喜欢的。车库，大家都已经去上班了，只有我这么晚。Hello，我们现在出发。我觉得现在那个高速上面应该没有什么人吧，因为大家该上班的都去上班了，不上班的也就在家待着了。哎呀呀，好啦，出发吧！我现在已经到了，然后现在是早上10点，我去上班了。一会儿下班再见吧，拜拜。现在午休，我要去一趟跟我的关系比较好的两个同事，去一趛那个 DM 超市，中间中午逛一逛。玛利亚，阿美丽。现在是晚上6点半，我现在下班了，真的是非常忙碌、充实的一天，对我们来说充实的一天。现在回家，你看它外面天黑的，哎，好想家呀。我要赶快回家了。到家了，哎，师傅，师傅进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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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下满地在干啥。老公，你在干啥呢？你干啥？我看你做啥呢？哇，挺丰盛呀！没关系，看不到你的衣服。嗯，哇塞！然后我给我的老婆饭。谢谢老公。哇，好累死了。Rocky，Rocky，Rocky，你说你好。Rocky，你咋样呀？哎，累死了，我先换个衣服。先把头发给扎起来了，在家就是这样一个形象，有点像兵马俑，是不是？看马丁做的啥饭呀？哇塞，香肠和蔬菜，不错呀。然后那个是，couscous 叫啥来着？中文就是一种粗粮，然后它的热量非常小，就是我们现在用它作为一个米饭的替代品。然后它的那个热量比土豆和米饭的热量都低很多，所以也算是一种比较健康的主食。嗯，看起来挺好吃的呀，不错呀，马丁。这个居家男人。我们刚吃完饭，然后剩了一点，我就这样子把它打包起来，然后带着明天中午当单位当午饭吃。这个罐儿就是这个玻璃罐儿带这个塑料盖儿，是在宜家买的，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用。它有这种大的圆罐儿，还有小的比较平，就是大概有这一半儿这么大，这么高那种，然后还有方形的，都特别好用。然后是密封的，我平时带饭啊，或者说你在家里放冰箱要储藏一些东西，就特别好用。我觉得这个罐子，而且你知道多便宜吗？就这一个盒，玻璃盒是1块多，就1欧多，然后这个盖也是1欧多，就总共这一套加起来才2欧多，然后就这么便宜，没有理由多不多囤一点，对吧？这只猫又跟着我了，你这干啥呀？你这干啥呀？为啥要跟着我呀？你又想吃饭了？你是不是要喝你的奶奶？其实他们俩每天晚上都是这样跟屁虫，我到哪跟到哪，是吧？我跟屁虫干啥干啥？再叫一声！哎呦，你要干啥呀？哎呦，干啥呀？没给你吃饭吗？今天爸爸没给你吃饭吗？
你咋也喵了？他俩又饿了，但是他们吃的太多，真的早上给一顿湿粮，然后紧接着就给干粮，结果到晚上还要吃，你们还要吃？你看你俩都吃成猪了，我这是养2只猪吗？好吧，但是他们这么叫我，真的是有点于心不忍。好了，给你拿吃的去。等会儿。你吃饭声音有点大呀，你注意一下吧。再来最后一片，最后一片，最后一片，算了，最后两片吧。你喝完了你，我天呐，喝这么光。好了，舒服没有了，可以了吧？师傅来，这是今天下午我的同事艾米丽送我的一张圣诞贺卡，因为她明天开始就放假了，就不来了。然后还有她自己做的巧克力，亲手做的巧克力，太感动了。我现在要跟马丁一起打开尝一下。你尝一个吧，你吃哪个？啊，你吃。你吃哪个？你这个，别的。吃吗？快吃！好吃，好吃吧？你看，最好吃。是我同事自己做的，太感动了，满满的心意，哎，非常好吃。心儿是那个布朗尼蛋糕，然后外面裹了一层巧克力，这样子的。马上要给他发信息，感谢他说特别好吃。我现在回到我的卧室了，感觉这边灯比较好一点。我现在要拆一个包裹，是我的最好的朋友给我寄来的。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打开了。本来我想着我给他也寄礼物了，然后我跟他说我给他的那个礼物只能在圣诞节那天拆开，然后他说这个礼物我可以拆开了，反正我也等不及了。啥呀？他每次都把这个包得这么好。你看，然后一张卡片，可爱吧？我读一下，看一看它里面的东西。老公，这里面还有你的东西呢。That's not for thee, for you, 里 miss it off, 拍空。不，下班了。好吧，那我 that miss me off my name。好吧，马丁现在不想拆他的东西，这是给他的。我觉得这个包子特别好，这个是给我们俩的，还有一个是给我的，哇塞，我也等不及了，好想拆，好想拆！你说我是拆是不拆呢？刚想说要不要拆一个，已经这个就它没有那个粘好，所以已经打开了，这头看不出来什么，但是 Urban Decay，看到那个牌子。我在那个不把这包装弄坏的前提下打开，瞄一眼，啊，
傻眼啊！是这个喷雾，定妆喷雾啊！哒哒，是这个大号的。我有一个这个小号的，这个里面我猜啊，有可能是口红之类的，因为这个包装的大小看起来是这样的。好，我现在再把它装进去，假装我没有拆开过。哎，他太用心了，我这好朋友他每次就是不管什么时候给我送的礼物都特别的用心，从包装还有选礼物上面，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都特别会选礼物，真的。对了，有个东西忘说了，今天中午在 DM 逛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了一个这个就是 hand serum， 就是护手霜，但是护手啫喱那种，然后我觉得还挺新奇的，我就买来试用一下。我先打开看看，哎呦我天，你看是护手霜，但是做成这种摩丝的感觉，然后呢，哇，这个味道，哎，怎么说呢， Waterbeeren Duft， 就是那种各种野莓的味道，什么蔓越莓啊之类的，但是呢浓浓的化工的人造的那种香精的味道，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香甜的味道，真的就是那种有一种化学的味道啊。但是呢挤出来，你们看啊，再挤一次，就是这个泡沫是很绵密的这种，嘿嘿，还挺可爱的。但是就是真的感觉有点怪怪的，用这种摩丝挤在手上，哗抹开，我再抹一次，目前还没有那种黏黏的感觉。哇，这个味道真的是，不好，不喜欢，太人工了。跟芭蕾啊其他的护手霜是一样的，反正这是一个新鲜玩意儿，就这么用吧。